你看那个冰箱了，冰箱了，冰箱过来了啦！赶快吃雪糕，吃雪糕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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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见证一下水灾后的化农村，这简直是！ 没法形容，基本上过都不好过。哇，全是稀泥，这是应我们妈的要求，回来看看她的房子还在不在。 胜利大道，胜利大道，看看我们的警车，看嘛。哦哟，这一批山道中，啥子天道巡夜的？是不是通知大家都来嘛？能够到的全部到。 胜利大道，胜利大道，看看我们的警车，看嘛！不得了啊！河川那个安到那对面去了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哼，做梦都想不到，来时候好好的。 回不去。反正你这怕要整两三个哟。 啥子？ 大连腊鱼的大洪灾。 出门了？啊。咋？好像多冷森了。赶上去了不？啊，回家了。嗯。咋子？你这屋头咋开火了？
现在是一片黄柳，你看这个酒店，酒店给淹成什么样子，大厅都已经给淹了，然后对面江的对面大概淹了有四五层，太可怕了。这个就是洪水的力量，这个是长江是吧？长江。